哇，龙啊！这只是什么龙啊？这只绿皮辣椒。绿皮辣椒啊，但是这拢无红啊，这个激素拢无较无遐高的，啊，无你只金龙就较好诶。哦好。这只普通金。嚯、哦，这只肥呢？哎，哦，伊肉身。对啦，对啦。主要是咱讲肥就是肉身来肥嘛。不厉害了，啊！即像这行情，即嘛一只几万，差不多五万块，五万外嘛。啊，但是像这大只咧掠，是变到底变哪掠当厝？人咧变咧到底是哪掠？带有特殊的袋子，咱讲的虾母袋哦，家包进去，家打氧。啊，但是你安尼咧割的时候，伊敢袂乌？袂使甲割，是整个袋子下去捞、哦，不是用网子。因为你若割，伊的鱼鳞受伤，所以鱼鳞受伤或是。龙的虚受伤，这只都无价值啦。对哦，我刚刚说我起这也算一种迄个啥有风险的投资嘞。我甚至要用麻醉剂先帮他麻醉。嘿，也真水呢。所以讲，主要咱看一些鳞片安尼，我咧收哦，伊迄个感觉安尼。啊，这只，这只我这只鱼鳞刚刚愈水呢。这只愈金对了。嘿啊。嘛是迄、嘛是蓝底过背金龙。真笑呢。我记过背，伊敢那唔知是算讲，唔知是迄个钱。鳞片去你到无遐，就看去你到遐，就拢算过背。哦嘿，因进前有人教，那看我袂记啊。